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一组王菲的近照，她带着女儿窦靖童一起现身 KTV， 同场的还有歌手李荣浩。照片中王菲打扮随意，身材和状态都保持得特别好，她拿着话筒在高歌，李荣浩也拿着话筒在唱，而画面拍到的歌词显示二人正在演唱李荣浩的歌曲，作曲家离镜头最近处，窦靖童也投入地跟着哼唱，不时嘟嘴卖萌，可爱的表情亮了。不少人看到照片后大赞王菲状态保持得很好，也对她的交友圈再次表示惊叹。